like to give yourself credit for. If you have something that's going on in your life right now that's challenging or painful, just a reminder to take a little bit better care of yourself. You're worth it. You can have this feeling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刚刚瑜伽回来，告诉你们一个超好的消息，我今天第一次成功的做成了 handstand， 就是倒立啊。我之前做倒立呢，是那种就是手呢要握拳的那种，就是用手肘撑起来的。今天只是用手这样撑起来，就是 you know 你们电影里看的那种直接倒立。不过我对着一个墙做，是我自己第一次一个人踢起来。我每次都是这样啊，就只要出汗，在很热的地方什么的，我都会脸变得整个脸都是超级红，然后上半部分。就是不是穿 sport bra 吗？上部分这里会超级超级白，所以脸就是一个红柿子。给大家看看我的肚子，哼，其实我吸着了一点，放松，吸住，放松，吸住。Sophie, come back. Hmm. 再给我一个善意的假笑。大海另外一个眼也有点出来了。我脸是什么味道？写信告诉我你的脸今天是什么味道。你说如果张惠妹不是台湾人，嗯，她会不会写的就是听和？那如果是青岛人怎么办呢？呀，那如果她是西安人的话，写信告诉我今天山是什么颜色。所以她不是住在那种山里面海旁边的那种。如果她是个西安人，他就说写信告诉我今天煤是什么颜色，今天的煤矿里面是什么颜色。那山西，那不山西吗？我告诉你，山西煤老板啊。你要不承认，我可以刀带回去给你看。啊，你蛮厉害的，查理。你想要这个玩具吗？要不然你用这个滚脸吧，来，你用这个滚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带妈妈一起去看一个 LV 的那个什么莱多伦多的一个展览，
好像是在博物馆吧，哎，我不知道，我对这个信息不是很清楚。然后现在就准备出门了。晚上呢，我们要去吃 Giosos， 很久没有吃那家的意大利面了。红色的帽子，我觉得还挺酷的。Hello，Louis Vuitton，Louis Vuitton，Time Capsule。哎 ，Annie 来了，我以为他不来。Hi Annie。Annie说不用票。好冷啊，还穿这么少。不用票吗？哦。你觉得里面会有什么？大恐龙。Touch everything in this room. Yeah. Are you Emma? Yes. Hi. Oh my god, I watch your vlog. Oh, thank you so much. 哎，你说这是 LV 以前就他们还没有就是做格子的时候的风格吗？这一款是这一款来的。这个好酷啊！如果小石头要学打碟，他就会买这种装备。小石头不是去那个纽约拎着这个吗？其实打开是唱片机，自己在那跳中国有嘻哈。这几个你们喜欢哪一个？一二三，我选一。我选二，我也选二。AGO 的设计师跟 LV 合作的。明信片上面有个 corgi， 哇，这边都是那种欧洲的名画做成的袜子，哎，梵高系列，莫奈的 water lily。看到这一墙的东西，突然间觉得自己的艺术的涵养有点低。伊字梅是 Frida Kahlo 系列，维纳斯的诞生，珍珠耳环的女孩，然后隔壁这个太阳好像也是莫奈吧。突然间觉得这种去一家店然后慢慢的逛的那个感觉好久远啊。阿姨这边我没有要拍你，我要拍你鞋，这鞋好好看，上面有很多那个绿色植物的店。 Josos有灯很温馨，有没有感觉圣诞节马上我就给你求婚的那种Merry Christmas。 没有，今天是中秋节，大家中秋节快乐。大家中秋节快乐。这个是导航仪，谁家的？ Tani 戴着我的眼罩，好可爱哟、哦、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感觉好像突然间像女孩子了。叮叮咚，你要说什么？耶了吧啦，耶耶了吧啦 ，skr skr skr。今天准备带查理出去，好像每天都要带查理出去哦。但今天准备带他去一个很高的地方，可以俯瞰那个多伦多 view 的一个地方。我之前好像 vlog 里拍过，在那里吃东西，当时是我第一次去，然后那个地方是就是感觉什么都蛮好，但是我有点担心，可能今天坐在外面会太冷了，因为。我查了一下天气预报，今天应该是25-26，打算敷一个面膜。这个是最近新买的一个面膜，是 La Mer 的这个纸质面膜，一盒里面有6片装，这个还蛮贵的。今天这是我第二次用完后，我是觉得皮肤比较有点像修复了的感觉，那种滑滑的，软软的，色泽什么的也稍微匀了一点那种啊，我不知道。不过就是你说它有多么多么惊艳吧，我也说不好。今天是我第二次用。但这味道真的很舒心，是 La Mer 他们家那个味道 ，Concentrate 里面的味道放大10倍，就变得更加有那个香味。就我上次是敷着睡觉的，然后我就睡着了，也忘记摘下来。通常要不然是特别累，要不然就是那面膜太好闻太舒服，我就会这样。这面膜说的是要敷8分钟吧，我记得 ，Yep，8 minutes。我还蛮惊讶的，就我觉得这个那么舒服，然后又不刺激面膜，竟然只让我敷8分钟。有的时候摘下来，它上面还是很湿哒哒的嘛，舍不得拿下来。喂喂，不要抓我的脏鞋子啊，妈妈的臭鞋。那抓抓啥呢？哎，小皮，我差点夹在我的腋窝里。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 outfit。他穿的是条纹，我穿的是豹纹和一个黑色的外套。Let's go，
超开心，我们出去玩了。我还要去交一个税，去政府那里，然后开个 money order， 叭叭叭叭，这件事情好多，拜拜。Charlie 没有入境急死了。我现在来到了一家苏泽利新开的 restaurant， 叫陆记 Lucky。这个 restaurant 之前他那个厨师之前在 King Street West 上开了一家叫啥来着，反正很好吃，我以前很喜欢去吃那一家，还没有人排队啊什么的，就想说进来试一下。Charlie 已经可以做 high chair 了。外婆在做辅食，好，那我先帮大家点菜吧。是，早茶是吧 ？OK， 那我们就点早茶吧。是的，它就是有早茶，有点心呀、这是那个 ravioli， 做成中国 style， 是点的一个，这是个啥？烧麦吧。创意啊，那你不然有点不知道吗？我不吃了，那你就干做了。哎，现在挺热的。对呀、不冷啊，我就觉得。但刚刚的 server 说起风了就很冷。那是，哎，我调短了。可能这个时间就下午时间了吧。哇，我们同学。好了，好嘞。刚刚虽然已经吃过一顿饭，但是今天可以带他来玩一下。他一点都不怕高。你是一个来酒吧的宝宝。小石头一直说这个地方是酒吧，我说不是啊，就是吃饭的地方。他在感受那个风，眼睛眯着。是啊，今天是挺冷的。我看着冷的话，还可以穿上袜子的吧，加霜。在那个，球鞋外面，对不对？OK， let's go。他坐吗？啊，你放在这里吧。Do you drink it with this day? No, of course not. 最近我妈买了一双这个 Gucci 的豹纹鞋，我觉得好种草啊，特别配这个浅色牛仔裤，好好看啊。是我挑的，但我没想到就是穿出来这么好看，腿又看着那么白。哎，作！看我的今天把今年的豹纹串子穿到了一个 Max， 我觉得还配一个金链子就是女 rapper 了。上次你们说拍那个视频，就是 Instagram 拍的那个小小的穿搭，还有微博也 po 了的，就是这个同学帮我拍的啊。他技术提高了一些，给他夹鸡腿吧。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超尴尬的。刚刚我们走到那个 restaurant， 然后我说 reservation 我们定了的，然后是我另外一个朋友，就是跟我来 meet up 的朋友定的。他找了半天说没有这个人啊，我说不对啊，他跟我说六点钟四个人啊。后来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记录，我记错了饭店了，我的天哪！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去另外一家饭店。我以为我们约的是 Shinobu， 结果是在 Nom Izakaya， 在 Yang 上。那个中国新说唱的复活赛，我要转过来的。Catherine say hi。 看台上的观众朋友们 ice now 傻逼。哎，你看这个 soft 的毯子是 Max 的，哇 Max 好酷，豹纹毯。哎，
就刚刚那个艾热，对，就他赢了，所以他就一直唱。他在守擂吗？他在守护擂，那个男的攻擂。我今天尝试跟那个 Audrey 吧，他很乖，到这个年纪就很乖了，是吗？你就给他看手机，他能听懂话，就是你说你不要闹，他就不闹了。你是打那个嗝？啊，臭吗？你这还不是往我这边扇的？他跟李佳隆有一首歌更好听，绝对是你的风格。哦、等一下我发给他。对对对对，叫《星球坠落》，那个太好听了，那个超好听。那你说去年的比赛的话，凯文会选哪种类型？你让我想想，去年的。记这么清楚啊？去年。因为我们真的是这个节目的死忠。去年我想想谁是这种挂的，就是要温柔一点的那种。非常 chill， 非常觉得很厉害。他肯定不喜欢盖，他肯定，他可能喜欢，因为他成都人不一定不喜欢盖，他可能喜欢那个艾弗杰尼，对，是不是？艾弗杰尼知道吗？你不觉得艾弗杰尼很像 Drake 吗？唱出八个了嘞，李佳隆 ，no， 很早就被淘汰了，但他唱特别快。就是什么 UCLA 回去的吧，好像杨和苏，杨和苏，像他们这几个拜复活回来复活战的人，也都是观众投出来的前六。哦，你就知道，发型弄一弄啊，发型不能乱。他这个表现欲很强的宝宝。Mulberry bush, here we go round the mulberry bush so early in the morning. Tally! Hi, Tally, 你睡醒了没呀？亲一个啊，嗯啊，嗯啊。呀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打我干什么呀？嗯，你不要拍我的头呀。亲一个，嗯啊，嗯啊。有一点点烟，他超级有表现欲，只要镜头在，他就一直对着他，就有点烟嗓。你不觉得吗？这还不烟嗓？这就是一个围墙，外面的人想进来，里面的人想出去，是不？哎。外婆要走了，索比坐在了行李箱上，以后就是我和你了，待一段时间，然后妈妈也要走了耶。